吗？我觉得最困难的地方是做影片，还有写学习单，然后他也让我知道校园安全很重要，而且我觉得经历过这次的困难，下次应该做得更好。这次报告比较困难。觉得这次 DMC 的那个报告，在组织上面有一点点小小的困难，然后那个，不过虽然时间有点紧迫，不过那个报告还是。